第1999集，楚风戒备，除却要自己阵营的人外，更要避免地师被侵蚀。你们不该来，自投罗网。深渊中，那道朦胧的身影发声，这一开口而已，诸天万界都在轰鸣，要瓦解了，要坠落了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，没有人可以救他们。这不是故作姿态，而是真正的俯视，属于万古无敌者的自信。突然就在这时，帝师再动，直接站起身来，这震惊了所有人，包括楚风都心头悸动，帝师居然这样异动。轰隆一声，神光亿万缕，帝师昂首而立，霸绝万古，直接出手，猛然打出盖世一拳，大爆深渊，轰穿了永恒。深渊中，那个生物显然也未料到会有这样一幕，轰的一声，他炸开了，在原地消失，被那盖世一拳轰碎。大帝，狗皇热泪盈眶，这就是他追随过的主人，现在这是真的回来了吗？还是残念有感，发出最后一击呢？他有心理准备，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悲歌。果然，盖世一击过后，那尸体无声无息的就倒了下去。曾经的无敌强者，压盖古今的天地，终究是死去了。深渊中，那道朦胧的身影重组，刹那凝聚出来。很强，可惜，终究不是你。当年战死，消失的再也回不来。谁说的？他会回来！狗皇吼道。深渊中呢？朦胧的身影没有看他，而是盯住了楚风。你们都走，楚风开口，他示意九道一、狗皇都先退走。他只身横空而立，挡住深渊中的生物。之前他的感应没有错，果然有什么东西跟着他出来了。你终于出现了，深渊中的生物盯着楚风这个方向，平静地开口。他在说谁？是在说楚风吗？楚风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不是在说食管，就是在说种子，再不然就是指他身后的模糊身影。不久前，深渊下的可怖生物就跟出来了，一直在观察，在确定吗？现在他要出手了，是因为有足够的把握了？楚风的心沉下去了，对方有把握这才出事，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活路了。连食管都对付不了这个诡异生物吗？他叹息，管子再强，可终究不是活着的至强者。现在大祸临头，谁能逆天呢？楚风开口，我来，你们都走。还能怎么办呢？自身堵在最前方，让所有人退走，也只有他还能一战。狗皇眼睛通红，不，我来！他扬言，该动杀手锏了。可是，他们这一阵营的人知道，杀手锏或许只有一击之力。所谓的杀手锏打空怎么办呢？九道一叹气：“还是我来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退后？为什么？你不靠谱。”这狗皇很直接。腐尸点头，光头男子也点头，五疯子与太医也都点头，甚至李达也在点头。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？九道一摇头，很无奈，不断叹气。不要忘了，我比你们都活的时间长，你们可知道我曾接触过谁呀？深渊中那个无上生物开口了，
你在说那位吗？他回不来。他不急不躁，稳如磐石。九道一挺直了背脊，昂扬而立，大喝道：可他留下了这杆战矛，曾是他的战利品，虽然不是他的真正兵器，可是他祭炼过，留下过他的气息，那又如何？又不是他回归。深渊中的无上生物平淡说道：又如何？你来看。他手中那杆战矛在焚烧，上面的锈迹居然全部脱落，不是腐朽之物，铜锈化成光雨，扬满天地间，覆盖苍宇。这一刻，天上地下寂静，一股神秘而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弥漫开来，无远不界，六合八荒到处都是。然后竟有脚步声响起，向浑河而来，像是踩在了无上生物的心间。所有人震撼，像是有一个人从无垠的战场尽头走来，脚下浮尸无数，他身上染着血，一步一步地从那里回归。脚步声由远而近，那个人像是从室外，又像是从古史虚无间凝聚而来。他踏过了万余亿宙，走过了很多个纪元，孤身一人来到史前，来到太古，来到远古，走到近古，不断的接近。所有人都在颤栗，都在震惊。纵然是深渊中，诡异源头的无上生物现在也寒毛倒竖。你是谁？身上流淌着那位的血吗？是他的后人。狗皇震撼，声音都发抖，看着寂静持矛而立的九道一。九道一持矛挺直脊背，等待那位的降临。他在略微颤动，激动到难以自抑。多少年了，终于有回应了，那位要回归了吗？我身上没有他的血，但他当年曾以自身的血为不少人洗礼过肉身。九道一平复情绪，在这里回应狗皇：那是一个璀璨的大事，英杰争霸，黑暗滔天，同时也是一个可悲的大事，血与乱犹若红海决堤，冲击诸天。曾有那么一个时期，需要那位以自身的血为自己阵营的人洗礼续命。众人出神，关于那段要几乎磨灭掉的古史只知道一鳞半爪，心有震撼。眼前这张人皮居然与那位如此接近过，接受过七血的洗礼，这让人心中浪涛卷星海，着实难以平静。此刻在九道一的手中，战矛越发的璀璨，发出通天的光芒，犹若席卷星海的大火，照耀亿万宇宙。谁能料到，战矛上腐朽的铜锈最终会化成光雨，扬满天地间。铜锈是那位留下的，浸染着他的气息。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越发的清晰真实，跨越百世，跨越万古，走过一个又一个纪元，从那室外与室外走来。这种脚步声有一种很规律的节奏感，九道一、狗皇等人都安然，并未觉得不妥。然而这种特殊的频率，神秘的节奏，听在浑河无上的耳中，却宛若亿万军重锤落下，轰落在他的心头。针对他而来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位的真身无法回来才对啊。深渊中的无上生物不寒而栗，身体绷紧。很多年了，
或许有数千万年了，甚至有一两个纪元那么久远了，他居然又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，让他强烈不安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